Thank you.
来来来，吃我的羊捧肠。好，就这样啃着吃。嗯，老婆的很啊。这羊捧肠做的跟花一样。十字米的羊捧肠就绕成这么一大。嗯。这羊捧肠啃起来是比较有一番风味啊。嗯，就是。这个上面没有油啊，哦。嗯。今天这羊肠的味道不错，就是胡辣味十足。嗯，美得很。这东西市场里还不好买，哦，是吗？吃起来还不错，嗯，就是这味道不错，太棒了，我吃的。其他的肠子都是一根一根吃，这样一捆一捆的吃起来比较新颖。这羊肠子比较细啊。捆起来吃起来比较爽。嗯。有点放。嗯，好。有点放香。这个不腻，这个肠子不腻。腌肠子，一点都不腻。再来一捆，我也再来一捆，太贵了。嗯，这羊肠子炖下来了，嗯，你怎么炖出去不啃了？再来个菜。菜好吃啊，嗯，这东西吃着香，就是比较细，收拾起来比较麻烦。哦，今天辛苦你了，嗯，你多吃点，你辛苦了。一捆十几米了，哦，这个东西，哎，我没见过。吃了两捆了，再吃一捆，这东西香得很，是好吃的了，你多吃点。这羊捧肠，啃着就是香啊，嗯，过瘾了。你也吃，把这一捆吃掉。好。